嗨，你好，我是翠翠，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2021年的十大帅哥排行啦。那在之前的排行当中，我给的提示大家都觉得太简单了，看到第一条就直接猜出答案，所以这次我给的五个提示是进阶一等哦，更难一点，看大家会在第几条才会猜出那只英雄呢。这一次总共有12331个人投票，超级多的，一个人有四票的情况下，总共将近会有50000票哦。第十名出乎意料，真的不是我私心哦，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真实的投票记录。好，那我要来开始公布第十名啦。它是一只有着强力控制技能的辅助哦，受到单次超过当前生命10%的伤害时，会引发范围伤害，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吞噬新的灵魂来填饱肚子。一技能可以对敌人造成0.5秒的沉默效果哦。它是一位地狱冥关的新星人。那第十名就是。实名就是获得2200票的吞噬者夸克。阳光沙滩，比基尼，应该搭配最精彩的草裙舞。接的是第九名啦，第九名的大招可以对阿莱斯特造成真实伤害哦，在任何可以照镜子的地方都会驻足欣赏。生日是8月5号的狮子座哦，背后的圆环只是一个装饰，这样看起来比较拉风。有位移最多可以储备3次哦，他就是获得2425票的雷鸣之光图伦。道法自然。来到了第八名，第八名的大招是一个强力的开战技能，是一只没有位移的射手，个性游手好闲，天性乐观，曾经大闹过哥德尔的赌场哦，是追光者小队的其中一员，他就是获得2499票的晨光拉维尔。来到第七名啦，第七名对金钱毫无概念，曾经被警忽悠了许多顿酒钱，大招有无敌的状态哦，生日是10月1号的天秤座，二技能也有短暂的无敌效果哦，坚称戴面罩是为了避免被女性骚扰，实则是因为花粉过敏啦，他就是获得2554票的荒漠游侠莫拉。就是剑客，那吹笛的肯定是敌人哦。接着来到了第六名啦，他需要有足够的能量才可以发动技能哦，主要职责是收集情报，所以知道许多艾森诺的八卦，叠满被动后能对敌人造成真实伤害，任务完成后经常独自躺在屋顶看星星，古板守旧认为艾莉穿短裙有伤风化，他就是获得3051票的暗影忍者害牙。来到了第五名，克里希曾经说过，他的微笑是世界上最治愈的良药，随身携带旅行手账记录许多旅行的见闻，是一只适合打野的灵活射手哦。瑞克是他的旅途伙伴，他还提时代的无心过错使女王特尔安纳斯陷入了长眠，他就是获得3109票的永夜游侠兰朵。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在第一次黑暗入侵后，受到黑暗反噬的女王和森林守护者们需要魂灯来净化体内的黑暗之力，但唯一的魂灯却因兰朵的好奇心而毁损，之后女王沉眠，万兽隐匿，兰朵因此成为了流放者。
在历经百年的囚禁后，他更加了解魂灯，也踏上了修复魂灯的救赎之旅。接着来到了第四名，第四名的大招可以无敌 1.5 秒哦。童年的他对刀锋宝贝有一点好感，想逃脱阴影之手的控制，所以遭到了飞类的追杀，被动能恢复 8%， 已损失的生命值，在剑术一道上展现出傲人的天赋，他就是获得3496票的追忆之刃雅莲。我的剑不为杀戮，只为守护。雅莲和刀锋在剑士营相遇，面对这个时常哭泣的小姑娘，开朗的雅莲总能让她的笑靥重新绽放。君たちは俺が絶対に守るから。来到众所期待的前三名啦，大家觉得前三名会有谁呢？首先来公布第三名啦，他是自由联邦冉冉升起的星星，大招可以回复生命值及增加移动速度哦。虽然会给伊夏带许多好吃的东西，可是伊夏依然怕他，飞类非常仰慕他，还是他的徒弟哦。白天是衣着光鲜的政客，夜晚则会抹杀一切视线内的异族。他就是获得3741票的进化之刃奎伦。人生就是一场战争，试试一下人类的力量吧。来到了第二名啦，第二名的攻击距离比一般近战角色再更远一点哦。曾经把一些画作藏在弗洛伦的卧室里，光明圣殿的卢米亚是他敬仰的女神，大招可以获得 50% 的减伤，决定亲自出手将叛人亥牙气拿归案，他就是获得4315票的圣余琴斯银咒。圣孤化界破镜诛邪，除了教廷赋予的行司之职，银咒还是一位出色的文艺工作者。在对受刑人的刑罚中，他不可自拔地爱上血与痛的艺术创作方式。终于来到了第一名啦！第一名官方将它归类在刺客，带着两个大大的金属圆形耳环，大招有着3秒的无敌状态，有一个跟动画死神合作的造型哦。最后，它是传说唯一一个可以自动切换成远跟近的攻击模式的英雄，它就是获得4602票的圣魂再临布莱特。要掌握强大的力量，需要与之相称的意志。2021年十大帅哥排行到这边就全部结束啦，没想到第十名是惊世骇俗的夸克。偷偷告诉你们哦，第十一、第十二名分别是获得1666票的萨迦，跟获得1634票的潘英，他们两个一定很欧吧？怎么会输给夸克呢？可见大家非常爱戴肥肥的夸克呢。那接着会出2021年的十大美女排行，也麻烦大家多多踊跃参与投票哦。我是翠翠，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拜拜。